声音非常扎实，就是说，尤其他弹到这个初弦的地方，非常 focus。你可以看到那个声音是，因为我常在第一弦的时候，我会做一些比较 crunch 的东西，那个东西就会明显感觉到这个弦的那个反应是怎么样。我在低音量的时候，或者音量打开的时候，非常线性，非常 gradual。非常 focus，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弦，我觉得它最大的特色之一，就是说在它的这个音色反应上面，其实的那种扎实感，好像你要弹在指尖上面才有那种感觉。这个震动哦，你可以从这个，啊，因为我弹 clean tone 其实蛮多的，所以 dynamic 对我来讲，所以 dynamic 反应非常非常重要，就是我在很轻的拨弦跟比较重的一个拨弦上面，其实它在反应上面，其实那个 dynamic range 其实还蛮清楚的。对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弦的音色，就像非常 focus， 在高音弦上面其实它蛮明亮的。这个亮不见于它很穿刺，就是它有一个很扎实的。Crystal like a bell， 有没有？好像那种，不会讲，像那种非常晶莹剔透，我可以弹好几个小时。